キー・ウィリアム・キッドの息子じゃないか。まだ若いってのに、親父より10倍残酷だそうだな。ケンウェイ、こんな場所で会うとは奇遇だ。相変わらず口先が達者だな。その服はハバナのシャレ男から盗んできたのか。いや、死体が身につけてた。ちょっと前まで歩き回り、俺に冗談を飛ばしてたかな。そうか。你干嘛咬了一口又还给人家？很没卫生哎。さて、聞いたところによると農園を襲うそうだな。別に秘密じゃないんだろう。それほどはな。砂糖を積んだスクーナーが毎日やってくる。近くにある農園からな。大抵ここで積み荷の一部を売っていくんだ。今日のやつはとんでもない稼ぎになる獲物なんだ。そいつの農園を襲う気があるなら案内してやる。乗ったぜ。看来我们是要去抢劫一个有钱人。農園を所有しているのはベックフォード。そうだ。奴は多くの農園を所有している。大金持ちさ。つい襲いたくなるタイプだな。奴の部下が辺りにいるはずだ。そいつの後をつければ、お宝まで案内してくれる。あ、这边先找到我们的目标。我々はベックフォード氏が、妥当と判断する価格、妥当と判断する品質で取引した。这个就是啦。我们要跟踪他，这种跟踪的任务啊，总是比较无趣。哎哎，前面有人在唱歌哎，不过居然一个观众都没有。啊，明明就唱得不错啊。哦，这个时候他们有观众啦。我们的目标停下来欣赏他们的歌舞。哎，不过就走掉了，是不喜欢吗？我回头看什么啦？后面就一只狗而已啊！真是。先标记一下， 你还回头？你有那么喜欢那只狗吗？左边那只好像太远了，所以无法标记。好，我们只要注意那边有人就好了。那他的目标应该是左边那艘船啊，这个直接捅死啊！ボスがそうおっしゃるから。好，这边突然限时50秒，要我们回到我们的船上。其实这个时间给的还挺充裕的，没有什么难度。好，我们要回到我们船上，继续跟踪我们的目标。他这时候也是开船走了。这个海上的跟踪呢，比路上要难一些些啊。仔细看一下这个海上那个左下角那个小地图，还有那个黄色的一片区域。这个黄色那一片区域呢，就是代表就是那个敌船的警戒区域，你不能进去那个黄色区域。所以这边只要注意这个左下角地图，然后边开你的船，然后跟踪目标，应该就可以过了。然后要抓好这个速度。哎，我都解释完了，这个才跳出来啊！这边也是来考验你的空船技巧。あらゆる方法で。待てあろう、問題発生だ。そのよう。哦，右边，右边突然好多烧。スタンスを張れ、行くぞ。全てを張れ、全力だ。
哇，这浪好大、啊。这浪一打，我就跟目标离得有点距离嘞，它拖慢了我的速度。这时候右边突然有一艘船回头了，哎，不对，两艘都回头嘞，哎，我小心一点，要摆脱他们的警戒区域。话说这海上怎么这么多的溺水者啊？和这么多的物资？真是随便捡都有哎、欸！这个目标走好快哦，我明明就已经是全速航行哎、欸，还跟不上他，真太不可思议了！啊，这边要加紧脚步啊，他不知道怎么一瞬间就把我甩得好远啊！こいつはピーター・ベックフォードの部下だし、ベックフォード家と佐藤帝国を知ってる。ああ。ベックフォード家とドラッグスケ、奴らの農園で働いたことはないが、他の連中が。我连他的船尾都看不到哎。小さな農園さ、シャフツ小屋の雑用係。シャフツ小屋？水か何か沸騰させる。砂糖キビの果汁さ。砂糖作りは骨が折れるし危険なんだ。あれだけ高い値がつくのに。他船跑这么快哦！刚一幕一直闪一闪，是代表我的同步快失败了。对，意思是说这个目标离我有点远，所以是警告我的意思。哎啊，顺手收过来一下物资。哎呀，这个强风！啊，又来一阵！哎，要把我吹的去撞墙啊！这边有一阵阵的暴风哎、欸，那风一直把我往那个陆地吹。啊，这边要停船，我们的目标应该等一下就要下船。哇，直接撞上去了，真是霸气的停船方式。啊，他这个我们目标回去陆地了，所以我们也要去陆地，哎、欸，继续我们的跟踪任务。啊，这边一样是有限时50秒，要到你的目标那边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次要目标，就是要破坏井中啊，共有两个。其中一个呢，就在前面不远处啦。呵啊，这边就有一个啦。来，按 B 把它破坏掉。剩下另外一个。啊，这边其实被发现没关系啊。因为这边避免发生战斗是指那个海上的区域，这个陆地上被发现好像没什么关系。还有这些农民啊，他们都是对我视而不见哎，所以这边也不用担心这些村民。我唯一要担心的事情只有这些士兵而已。不过在这个窃听的时候啊，尽量还是。不要就是引起骚动啊，还是低调一点。哎，前面有个。哎，等等，我在注意前面那个、啊。我刚刚看到前面有个士兵摇摇摆摆的。哎，这个也是摇摇摆摆的、欸。哇！他直接就这边，这是他站哨吗？他边站哨边喝酒啊，过得这么舒服。这个也是哎、欸，他站都站不稳了。好，我们另外一个同步的目标警钟在这边，然后上面还有个枪手。你们人力有这么缺吗？这种人也把他抓来当士兵，这绝对是失格啊！啊，看来那个我们另外一个警钟是一个笨蛋在雇他，所以要破坏这警钟是不难不难。私は元気いっぱいですし、不審な動きがあればすぐに鐘を鳴らします。約束します。哼，直接出一张嘴而已啦。啊，这个时候先那个警钟啊，我们后面再弄它。我们先处理这个目标，因为我们还要继续窃听他们的谈话。唉，
哦，啊，我们找到了，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目标了。标记一下。右边啊，右边好像没有，左边安全。啊，跟着，左边一只，右边安全。哎，他看这边，他看这边。哇，蔡恩杰大拉拉走过去了。嗯，这边怎么办呢？去死吧！这个家伙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杀了。呀，哎，顺便收挂一下尸体。这个钥匙既然不在他身上啊，留了也没用，果断杀掉。哇，这个武器我不需要啊，把它丢回去。前面一个，两个，显然钥匙好像不在他们身上。那我们先回去完成另外一个同步的目标吧。哎，怎么了？突然警戒了一下。啊，这个枪手真的很麻烦啊。我先把这个解决掉好了。哎，你不是喝醉了吗？怎么脚步站这么稳啊？我还以为你醉了呢。一只。哎，他这个时候想，呵啊，他们想那个拉警钟了。我要抢在那之前破坏。哎呦，好了，抢在他们拉钟之前破坏掉。那这个同步目标还是算成功达成的。虽然有点危险，好了，我们去啊找那个持有钥匙的人吧。到底在谁身上呢？哦，我看到是你对不对？果然是你。好，这样100%就完成了，剩下就是主线这个目标啦。夺回钥匙啊，偷取这个仓库的东西。这边的话，我想直接冲过去捅他们。哎呦！打开杀戒啦！这屋顶上是有人呐、啊，屋顶上有人呢、欸。哦，下来了，下来给我打！来，钥匙跑掉嘞！钥匙跑掉了，先解决钥匙。不对啊，这钥匙根本就没发现我啊，还跑！嚣张！在打哪里啦？蠢哎、欸，这群蠢蛋！啊，钥匙拿就可以走啦。哈、啊，那仓库里面东西就是我们的啦。这么少，里面东西怎么那么少啊？这仓库这么大一间哎！我去，我有一种被坑的感觉啊！我らが海賊共和国に乾杯だ、野郎。金もある。自由も。王も聖職者も借金取りも俺たちには指一本触れられやしねえ。約500人の男たちがナッソーの海岸の兄弟に忠誠を誓っている。悪くない数だ。確かに。だが我々の守りは脆弱だ。王が町を襲ってたら叩き潰されてたぜ。なら観測所を探そう。言われてる通りのものなら俺たちは敵だ。またその話かよ、ケオメ。そんなのは子供向けの作り話だぜ。俺が言ってるのは本物の守備だ。ガレオンを奪い、全訪問を片言に寄せる。そいつを港に置いとけば迫力満点だろうな。スペインのガレオンを奪うのは簡単なことじゃないんだ。策があるな。あると。まあ見てな。ガレオンなんぞのろまな看来我们有个新目标啦。
那我们先用这个船回到我们的，哎，目标是那个方舟号。在进行这个任务之前呢，建议各位一定要去升级这个重炮，因为等一下有同步的目标，你必须要有重炮，然后要去商店买。沈没船に潜るならいい気分転換になりそう。商人たちをぶん殴る必要もないしな。これはこれは海賊にしてはいや奇遇だが、どうかじゃ。パトラスでの切り合いなんてものは軍の奴らや邪魔をする奴らとだけやればいい。然后这个重炮的用法呢，就是你就是瞄准的，哎，不瞄准啊，一般来说是要瞄准后才射击嘛。但是重炮就是你不瞄准，然后直接射击，直接按那个射击键，然后距离要非常的近哦，要跟那个敌船拉得非常近，伤害才会高。好了，这个方，我们到这个警戒区域了。基本上这个方舟号不需要特别用这个望远镜去找啦。因为可以，各位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左下角那个小地图啊，那个敌船的那个警戒区域，不是用那个黄色标记给标出来吗？等下走一走，你会突然发现一个，就是那个它警戒区域，也就是那个黄色范围大得非常夸张的，那个就是方舟号了。应该就在这附近而已，不过还不少小船的碍事，也挺烦的、啊。哎呦！啊，朝我冲过来了，左边那一艘，啊，闪过，闪过。哦，我们找到喽，找到喽，有没有？有没有？它那个警戒区域大得非常的夸张，60级。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等级最高的船只。好，这边呢要就是想办法绕到它的船尾去，那个它的死角。啊，钻进去吧，钻到它屁股后面那边。啊，这边要跟踪它。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贴他太近啊，就是要在那个安全范围内，随时可以做出那个反应的范围。右边一骚，哎，冲啊！这边就是非常适应的这个控船的技巧啊。什么时候要加速，什么时候要减速，都要拿捏得非常好。啊，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开这么大一艘船呢？超霸气的这船。有点太近了一点。右边啊，跟着左边、左右不分的我。哎呀，左边有一艘，小心哦！把速度加起来。转弯的，我去，方舟号给我转弯的。看，好，追他屁股，这边要追他屁股。哦，好险啊，超危险！左边又一艘进来的。
我说方舟号啊，您到底是要去哪里呢？他的速度好像慢下来了，是我的错觉吗？这时候旁边出现了不明船只，游侠号，哎，是海贼船哎，海盗船。哦，好像就是带着两艘船，想要打这个军舰吗？他们坐旁边看戏。哇，这军舰的火力好夸张哦！哎呀，这海盗船直接被打爆啊，夹着尾巴逃跑。啊，这边要离开他们的迫击炮范围，这个黄色区域就是他们的迫击炮范围。然后这个迫击炮伤害非常的痛啊，你打一下血就没了，真的很痛。怎么样，小心？哎，我被盯上了，糟糕，我被盯上了。又转过来！哎呀，还是被打到一点点，不过还好，还在这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个后期我们应该也是可以装上这个迫击炮，超远程的攻击。啊，这个时候出现一些敌船的小骚的。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同步目标，中弹跟击沉，基本上可以一次达成啊。只要抓好这个距离，它贴得近一点，跟这些小船贴近一点，然后算好，喷啊！再喷！哎呀，这个第二发就没抓好。命令を待ってるぞ。有个目标比较难，一次击沉两艘。哦，哥，我被围啦！我先搞这个重炮吧。这个重炮就真的要很近打才有效果。你怎么射那边啊？怎么射前面啊？射旁边才对吧，老大啊？要瞎搞啊！啊，应该是我那个我的范围没控制好。哎呀，我这边只能挨打。哎，前面有招被我撞到了。啊哈！重炮这个目标达成了，剩下另外一个一次集成两招。这个好像是翻译上的错误，应该是要一次集成两招。我是听人家讲的。不过这边要一次集成两招，哎呀，好像不是很容易耶。哎呀，我那弄不弄，血差不多了。然后两招瘫痪了，这个我抓一下角度看有没有办法一次弄成两招。耶，哈哈哈，碎啦，一次两招。啊，这样子同步目标就达成了。这个你有事先升级你的船只的话，这边其实也不难啊。还有，千万别忘记买那个重炮。好，最后一招啊，直接过去打，嚣张。あの島へ向かってる。知ってる場所だ。デュカスっていうフランス人船長が使ってたらしい自然の要塞だ。ジュリアン・デュカス、騎士の。名前は合ってる。騎士かどうかは知らん。知ってる男だ。ハバナで見た船だと気づかれれば船長を知ろうとするはずだ。それは避けたい。だがあのガレオンは惜しい。そうだな。还是不想放弃那个方舟号吗？他看起来就不好惹，你为什么就再去惹他呢？夜袭，亏你还想得出来啊！哎呀呀，我用手滑按到那个击发键。
命令してくれ。分かったか。厄介になりそうだ。フリゲート帝国。好了，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期再继续去搞这个方舟号吧，大家拜拜。